却不曾说谢谢你。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，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。我想看着老爸现在开始有皱纹了，然后也有一些白头发了，有点不是滋味。希望在这个时期，希望祝老爸的股票发红，然后越来越健康。好，父亲节快乐。哦，引力出生，真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明天是我爸爸妈妈对我生日。哇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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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来自成都的三号选手刘培娇，刚好今天也是我的生日，那我的妈妈还有我的朋友都来到了现场，很开心主办方今天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在生日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是四号选手，我是徐静，来自山东青岛，这次有机会能参加这个国酒茅台举办的这个唱歌比赛，我是感到非常荣幸。现在我的心情是还是蛮平静的，因为很多年我以前就是唱歌学音乐的，以前就是经常参加各种大小比赛，但是很多年没有参加，心情是有一点点小的一点波动，希望这次能拿到一个好的成绩。大家好，你好，我是八号选手杨丽薇，来自我们重庆，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多多关注我们的国酒茅台这个比赛啊，我们非常的激动，也非常的开心，希望能拿到一个好的名次，祝大家都多多加油。
是十号选手程小刚。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，感谢我们的国酒茅台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，展示自我，还能结识我们的新朋友，能够参加这个比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。那么在此衷心的预祝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华夏文明啊，这样一个酒文化的传承，茅台能够越来越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号选手雨飞。感谢我们这次茅台杯举办的这个比赛，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，很意外没有想到能得这个奖，谢谢。再次非常感谢我们新加坡中国白酒有限公司举办的这次茅台杯，让我有机会呢在这里各个实力选手相见，对，然后给我们这次机会能够有舞台让我们表现，对，希望下一次